我觉得谁要爱上他也是倒霉催的。李坤坤，你刚才说的这句话，好吧，付出代价是吗？真是。啊，男嘉宾你好，是这。起车葫芦。安小姐，我这次来到风声舞蹈这个舞台是我父母建议我来的。啊，是什么骷髅骑摩托车是不是？所以我选的我自己理想的男生，他们肯定是非常一的。这一对比就看出我比较坚强的一面了。陈一道辉已经，我已经验证过了，我决定要做的事情，没有人可以改变。好，听完三个女生的回答，加做最后的决定了，坚持选择心中留着有可能的拒绝，一个人回去。另外两个女生你可以带走其中。我选择二号。这是女孩子的，嗯。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菊本保健灵气华哈哈纪念品的爱心爱心，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金黄色三重金的护肤蛋。两人挺配的，挺配的。我觉得吧，其实我们很多经历啊，有很多甚至说小缺点啊，都很相似。那我们以后的话，一定有很多共同的话去聊。我相信呢，我们应该以后是可以很和谐的生活在一起的。我觉得我们不只是和谐，还会快乐幸福。但愿最好是如此吧。妈妈，结束。跟我新浪微博，或者通过我们的现场报名点报名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，在这里出现我们的节目，也请下一位男嘉宾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建，来自北京，今年23岁，莫言好，大家好，花老师，台上的嘉宾好，陈建。欢迎你。我的天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上海的刘芳毅，目前在一家外资的公司做物流专员工作。我的性格上是非常非常典型的现代女性，很独立，所以女人应该有自己的工作、自己的生活，仅仅是观念上可能有一些传统和保守。谢谢大家。欢迎你。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先看看我的事儿，反正对你们也没什么损失。好，24位女生对最后一次加入。